九零后，两个户口，十一套房产。本周围绕一个被戏称为房妹的河南女孩，猛料不断爆出。房妹的父亲是郑州某区房管局的原局长，母亲和姑父都是房地产开发商。房妹这处于经济适用房小区里的房产，居然并非经适房，而是能倒手获利的商品房。此外，房妹的哥哥早在15岁时就拥有了两家公司，房产也比妹妹只多不少。新闻还不止于此，这房妹一家四口不但爆出每人都有两个户口，而且房产加到一起更是多达20余套。本周由房妹引发的新闻不断升级，如同一部极具戏剧性的悬疑剧。神秘的官妇与商母，蹊跷的经济适用房，离奇的备份户口，剧情的每一次推进都在挑战着公众承受的底线，也刺激着人们对于背后真相的追问。周五，房妹之父被郑州检察院立案查处，然而调查之下，不知还有多少秘密将被揭开。